给我杀，打不过回来吧。敌军还有三十人，不去了，到达战场碾碎他们。这都没有留人技能，这玩屁呀、啊。回家了。程序员比我累三倍，程序员秃头我不干。谁累干谁干吧，希望头发还在。拉尔是吧，拉尔，拉尔跑得快呀、啊、拉尔，先一直 A 他啊，即使被他砸了也没事，进草丛来。要变我了，别着急啊，回头 E 闪现平 A 接点燃，死不了，伤害不够，把药吃了，这波直接升，升完以后 EAQ 接点燃死。不行，血有点多了啊，这不行了，回上来了。E 一下小兵还能遇到拉尔，右边插个眼儿。龙女打野那不用太害怕，这龙女打野挺快呀，三级了。这边让他变大，我们不着急上啊，他指定得补刀，他补刀他就变大，让他变大，我们不上。变大的拉尔我们永远不杀，记住啊。这边 EAW A 接双 Q， 他不捡石头他就没有办法放 Q 啊，记住EAQ， 下班死。EQ 点燃死，吃饼干，别急，龙女没有 W 就是个屁，跟他打 AQ 平 A， 交等他交闪我们交 E， 闪现平 A 别抢银头。他一波直接越，跟我越来，给我扛他。好 ，EAW 平 A 接 Q， 别跑别跑，给我再扛一下，你给我再扛一下，那防御塔不打我，这波是不死不了？你他奶奶的，这个老蛤子。你给我走，不要再在我上路待着，不要让我看见你，你走，我们就此决裂，以后上路不用你来了啊，我自己玩。EAQ 平 A，不留 A， 抽一下。记一下，有点疼。这 Q 挺疼啊，我们去吃狗屎，他已经没有药了。
死呢？没了就回家吧。回不回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波可以小勾引一手，啊、嗯。勾引成功 ，EQR 转起来 ，WAQ， 正好我升，他不知道，他以为我在送他人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有至于这么多人吗？至于吗？至不至于？嗯，我刚其实应该干着龙女儿的，这个龙女儿不一定能打得过我。关键我不知道他搁那儿，你知道吗？我没有防备，他有备而来。你干我，我不干你，小伙子。你知道礼尚往来吗？你不知道，给我嘟嘟子弹，我让你赶开我。我看今天谁敢赶开我？还有那龙女儿啊，我能让你团战吐一口痰，就算我输了，小伙子。勾一下，推我，这推的干啥呀？这推的 ，EAW， 平 A 接 Q， 接 A， 哎，别往他前面走，知道吧？不行，这波吸地不够。没有吸地了，他没有这些兵之前，我杀他。谁吹波扣了？我来瞅一瞅。他吹波扣了，他凭啥吹波扣啊？泰坦，你要干啥呀？啊？你要送人头啊？啊？你这不带着这拉尔送的吗，兄弟？你这家伙这，你说你吹的跟个籽儿一样，你上来干啥？非得赶客？啊，就非得就不服气，就是要赶客我。来，那拉尔没变大，泰坦吹的又跟籽儿一样，大招打完就没虚区了，还出的 AP 泰坦，给我整 AP 泰坦，多硬币都不敢玩 AP 泰坦，你敢玩？换了，回家吧。这艘水银海我要了，把药买了。我配不配得上这个红 buff 哈子？他觉得我配，啊，那是可以的。先输他 ，E A W。
爬爬溜接口交闪 OK EA 扣一切尽在掌握是时候治一治这龙女了我觉得啊，杀五个人是吧杀了五个人我允许你杀这么多人了吗引怒了谁不知道吗引怒了谁我不要拿吧那上路我自己拆就行了没关系无敌了回家这不要了我直接大荧幕刀我让这龙女她玩不了我们直接大荧幕刀要不然她伤害还是有点高对应该得推中塔吧这不推对这推来泰坦对推推呀泰坦你大爷的你俩是看不见还是怎么回事不应该呀是不害怕是吧我来这是个假的稻草人你先走一走我到了这里有没有眼儿希望没有眼儿啊可以来吧稻草人 WAE 数一转杀稻草人一定得放大脱落了呀哎龙女还是好诱啊打不动有狂风了吗没狂风你敢站塔下兄弟哎呦我那抠死你没抠出来哎可恶真是可恶他有加血真可恶短了踢呀、啊、可以哈的上波 AD 交加血这波可能有闪没事啊有闪就有闪没有关系队友也还行推了吧哎卡莎说七个是什么意思七个有大没有谁活了
我点盐咋没了呢？哎，我点盐咋没了呢？我点盐的泰坦呢？哦，不对，没点盐。我点盐的谁呀？我点盐的龙女。我说我这点盐咋没了呢？哦，我点盐的，刚才点盐了龙女，忘了。他还没有出出来狂风之力呀、啊！啊，刚才龙女杀的我呀，那就很好了。龙女杀我，今天这 ADC 我们指定是不能让他活了。我要去下路找他去了。捡 CD 太慢了。你走，不用你。我让你闪，你还保他？这能保得住 ？ADC 也我 ADC， 在塔下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要野我？没事给我打，这波能打过。我只要不被防御塔打，他们基本上是打不动我。狂风之力有了吗？还没有狂风之力，还没有狂风之力啊！你干啥呢？你跟我在这跳大神呢，是不是？狂风之力为什么不足？那个泰坦怎么回事？几个人？仨人？这仨人能有什么用？我给谁出的大影魔刀？我跳弹！再见！他交闪了。真飞呀？不是啊？啊？别飞了要。回家，我们出九头蛇。泰坦交闪了吗？这闪现都得记着，要不然这都有闪现。哎呦，这一个亿半管子血，小龙，哎，其实也正常，他都冒着了，他杀死一个，他溢他这么多血，不很正常吗？行，我找一手这泰坦。勾谁呢？把龙女家的野都给他打了，这跟谁俩打？打我啊！还打我？你大爷的！还敢出狂风之力？为什么要打我？为什么要野我？下一把。